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Mist Watch，中文名字叫迷雾手表，是 Hanson Chan 的作品。这是一个高科技的粗烟工具，同时也是一只真正的手表。这一个魔术包含一只特制手表、遥控器、遥控器夹子、绑带、针头罐子、烟油、USB 充电线、三个教学影片。影片总共长30分钟左右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，这是一只真正有时针、分针和秒针的手表，可以当做正常的手表每天使用。有一个开关控制出烟器，所以不需要表演的时候可以关掉。手表跟出烟器的电池是分开的，出烟器是可以充电，手表用的是锂电池。遥控器用的是 CR2016 电池，手表的宽度是 4.3 cm，厚度是 1.8 cm。用完提供的烟油后，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购买，非常方便。手表的设计是戴在左手的，但是影片有详细教导如何更改装置，让魔术师也可以戴在右手。USB 的充电口是在手表的外面，但是如果把手表戴在右手的话，这一个充电口就不会那么明显。老实说，这不是一个大问题，因为观众不会注意到。影片详细教导如何使用跟保养这一只手表，总共有3种出烟的方法，一个在手表上。另外2个需要用到遥控器，特别注意的是用手表带的方法，按下后3秒钟出烟。另外2个方法，按下后马上出烟。每一次添加烟油后可以出3到5次烟，最好是在表演前添加。每一次出烟的时间大概是4到5秒，烟雾很浓。Hanson 分享一些表演心得和一些他对出烟器的想法，非常实用，非常有启发性。空手出烟是很多魔术师的梦想，现在可以让你的魔术效果更加魔幻。迷雾手表绝对是一个高科技的魔术道具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Hanson Chan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他的网站购买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